我必须要这个谴责这一种行动，说瓜长的这个现役呢，我觉得是一种暴力的行为。那马华公会不同意这个做法，但是我们也认为说，在新年期间 ，Teresa Kok 他必须要了解到，在新年期间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贺语，我们必须要祝福语，而不是呢以各种的这个方式呢争取廉价的宣传。我们在这个庆典的期间呢，我们必须要促进国民团结，我们必须要促进和谐，必须要确保呢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优良价值观必须要懂得发扬出去，而不是呢在于重视在个人的宣传，个人的议程，个人的政治议程呢大过于整个华社庆典，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。